那我今天带来的这一瓶呢，是他们整个系列、整个品牌里面呢，算是非常主打 All in One 的明星商品。所以你看蔡淑臻这边有个 DN， 对不对？它的封面就是我讲的这一瓶。哦，在这边这一瓶呢叫做泰焕活颜霜，泰是那个生态的泰。最主要的这个泰焕活颜霜本身里面呢，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成分，这个成分呢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，就是海葡萄精粹。像菊菊，你常去那个冲绳，好好吃哦，海葡萄。有没有看到海葡萄？对，那因为其实这个海葡萄呢，它也是来自于日本冲绳的原生种，不过它并不是跟日本买的，我们透过台湾的一个研究团队呢，我们在日本在澎湖的海域自己辟了一块，专门来养这个日本原生种的海葡萄。它里面有一个独特的叫做立体精粹，它是应用于在哪里保养品当中，而且呢，金科的海葡萄呢是比市面上有放海葡萄的保养品的浓度高出10倍。哇！对，那因为工研院有研究，海葡萄的那个10倍的浓缩度的那个浓度，是更有利于我们皮肤在保养时候的作用，而且我们浓度够高，有到10%左右，所以这个海葡萄呢，它有一个绿色鱼子酱支撑。那最主要呢，这个海葡萄研究发现出来，它里面有一个叫做海洋的能量里面的一个多糖体，叫做海洋多糖体。这个多糖体一进去皮肤里面之后呢，它会在里面做到深层的补充水分之外，它自己会在皮肤表层就好像一个水坝，帮你把水分挡住，尽量不要因为你可能流失，对它挡住之外呢，它会在你皮肤形成一个像有点微微的保护膜，所以你擦了这一瓶之后，你会发现，皮肤摸起来好像比较细、比较嫩。那我们就欢迎我们的 JJ 哦来示范一下。那这一瓶呢，最主要擦完化妆水之后呢，就可以直接用。那如果说你本身有在擦精华液习惯的人，你前面精华也是可以先用。好哇。最主要呢，就是大面积的把它推上来。那因为你的皮肤呢，本身的第一个我提到它里面的基底，它可以让你的皮肤基本上呢，可以达到很好的什么？保湿、舒缓、透亮、紧致跟延缓老化的功能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在擦的过程呢，最主要的它里面有一个独特的成分，它这个成分呢，就是我们讲的，就是里面有另外还有添加三生态。那因为三生态本身呢，它是针对于你皮肤，像你可能要达到锁水或紧致的功能之外，三生态还有一个主要的功能，它可以帮助你皮肤里面细胞跟细胞里面的间距的玻尿酸去补足它。那它里面除了海葡萄精粹三生态之外，还添加了一个六生态，然后它最主要呢可以帮你收紧你皮肤的动静态纹，尤其是眼睛周围的这些可能眼袋啊、纹路这些，你都可以把它做轻拍，然后轻轻的把它推滑。我们看一下正面，你会发现它这个地方呢，它眉毛已经上去了，会比较亮，有没有？真的变得比较紧皮，而且它很快眼睛也是，眼睛也是。我刚刚讲到这些成分之外啊，其实它本身你刚刚提到它的整个适用的族群，其实全肤质都可以适用，尤其是熟龄肌啊，或一些比较需要照顾它那种弱敏的肌肤，也都可以来用。就是常常在晒太阳。对，那为什么讲弱敏？因为刚刚讲到我们里面有这个海洋的这个葡萄，海葡萄精粹三生态六生态嘛，它里面还有一个独特成分叫做植物硝胺醇，所以它本身呢对于皮肤这种敏弱，针对皮肤的屏障，好，就是很有帮助。它有拿到很多的专利的证书，包括你看我们在台湾、美国、日本跟韩国，就是它的它里面的成分的专利证书，都是有专利证号的哦。那另外一个在台湾的话，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检测，包括我的海葡萄的萃取各方面，我都有拿到什么 SGS 的证书。哦，这必须。对，等于说它安全。我们是用制药的规格在做保养品的，对。所以呢，它当然也是在专属的药局。有在贩售，对，比如说像哪里，希望大家知道全台有什么大树药局，然后还有什么诺贝尔丁丁、啄木鸟，甚至于你在微风南山都有他自己金科的专柜，然后他不定时呢，其实都会有做活动。那你要想说，哎，老师，我要去哪里了解活动，你就直接下金科的官方的 LINE 就好了，它里面就有很多地方的活动都看得到。所以这一瓶呢 ，All in One 之外呢，还有很多的明星、很多的艺人朋友们都很喜欢这一瓶，尤其是如果你想要像蔡淑臻一样这么冻龄、这么漂亮的话，也可以赶快来试试看。要。